为什么我却不能够成为好新娘？伤了所有的人，难道说我的人心伤了我？我知道，如果我再执意做我自己，我会失去所有人。为什么我眼里看到的只有我，却在此时觉得离他好遥远？真情的自我，让烦恼不再。释放真情的自我。